好，我是诺诺，欢迎收看我的联机生存第49集。从矿洞里回来，我把背包整理了一下，然后把高级食物每个人分了一份。现在我们要去打巨人了哟。虽然这是我第二次打巨人，但是我一点也不紧张，因为我们现在有四个人，司马、鹰鸭、桃子和我。上次单人生存时紧张得我连喷射钩爪都忘了用，这一次我绝对不会再忘记了。废话不多说，出发吧。哎呀，我还没降落就有两只小怪来迎接我了。哎妈，我的火箭呢？你们竟然把我的火箭弄没了，非要杀了你们不可。哎呀，火箭在这里呀，吓死我了，只是撞掉了而已。那我们就在标记那里汇合吧。结果鹰鸭在更近的地方找到了一个新的遗迹，那我们就在这里打吧。开始召唤仪式，只剩紫银石没放了，先把加成的食物吃一遍，特别是香芋羊肉包和一尾火腿。现在开始了哟，把火箭背包穿上。老是缺氧，这事儿挺烦的。哎呀，桃子都做了三个喷射钩爪呢，开打了。哎呀妈，这当当王跟我有仇是不是？一上来就拿脚顶我呀。哎呦我去，他果然跟我有仇，我在这儿打东东王呢，这当当王又来盯我了。哎呀我死了。哎呀又来了，看我不打死你。哎，这弓箭好像威力不够啊。哎呀我又被打死了，算了，我还是拿能量剑砍你吧。耶，去哪儿了？是不是被小伙伴们打死了？哎，讨厌，我又缺氧了。如果能把火箭背包跟氧气背包合体就好了。哎，这种打法好像对同伴的伤害比较大呢。哎呀，这底下是谁呀？被打死了，还是桃子吧。哎，剩一只了。哎，当当居然能活到最后。死了死了，第一形态打完了。你是谁？我当然是打你的人哦。哎呀，这激光射的呀。哎呀，又缺氧了，好讨厌呢。补补血。哎，红色，好嘞，红色。哎呀妈呀，就差一秒钟，一秒钟的时间他就把我给打掉下来了，太讨厌了。哎，我又差点忘了钩爪，这次一定要拿出来。我竟然没赶上。哎呀，走个路都能死掉。什么情况？红色还是红色？再来！哎呀，这是第二次啊，太过分了！哎呀，我都死好多回了，射死你！
哎，这是第三形态了都。这是大力的愤怒，这个好打，四个人一人一个脚。对，司马说的对，管他什么颜色，挖掉就是了。哎呀，我又死了，一到关键时候就缺氧了。哎，我又赶不上了，看样子。呀嘿，哎呀，没抓到还。哎呀，关键时候就是这样子。不靠谱，果然是不靠谱啊！我现在背包还快断了。哎哎，哎呀，急死个人了，真的是。好嘞，打！哎呀，我总算是打到一回了，这半天了都，解恨呐，果然解恨呐。哎，可惜没打死，还要再来一次吧。快点快点，最后一次了！哎呀，又没抓到！哎呀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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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呀，迟了一步。哎，就是他。哎，什么情况？不行吧？再砸一个。哎呀，又迟了一步。这都第二次了。就是他，就是他！哎呦，敌人呐！好累，这下总要死了吧？哎，我去，我又缺氧了。哎，不管了。哎，死了！看能捡多少星星？我捡之前是277个星星，下期再公布答案吧。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啦，感谢大家的收看，喜欢我们的朋友请关注加评论哦，拜拜，我们下集再见。